其实我原本不想麦克风啦，是因为他们说要收音，所以那我不得已只好用麦克风。那如果声音太大声的话，麻烦大家忍耐一下。这是我第二次演讲，上一次演讲在动物大学，很好玩。那天的演讲跟大家那天演讲跟大家很像，就是其实听众都很赞，很赞。在演讲的时候没有人睡着，然后演讲结束之后很多人在提问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讲的过程跟结束。好，然后我放心，因为我的东西其实只有不包含封面跟封底只有五页，对，因为走六分钟嘛，六分钟除了呼吁声之外，还可以讲一篇包括，就算不错了，对啊。好，那我叫马可多，等一下会我的介绍啦，请下一张啊，对不起，请先帮我把灯关掉一下，我希望大家用看电影的感觉来看我的 PowerPoint 的 ，OK。好了，请看 VCR， 谢谢。这个不是我的哦。又来了哈。我们这个广告时段要透露一下。哎，掉。哎，可以。哎，这样拖了十几秒哎。好像他知道你不想用麦克风，所以他。真的吗？收音没问题吗？原地太长。OK，got it。谢谢啦。我的荧幕有点长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说话延长十五秒，好好好，对啊，告诉你时间是抓的 ，OK， 好，开始，可以湿吗？是光剑达人吗？马可多，高桥，这个老外，收到了光剑之后的感觉。This is my new Makoto lightsaber. Just came. The Makoto lightsaber is even more durable. But with the Makoto lightsaber as bright as they are. 马可多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谢谢马可多提供我们。没有，就这整个演出就是纯粹要秀马可多的多厉害。看我多嚣张啊！这是周杰伦的超时代演唱会，在高雄场的时候，这个衣服也是我做的。其实这个是我原本在上次演讲的时候拿了一开始用的，可是因为其实大家演讲这么精彩了，我就干脆直接用吧，好不好？其实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本身算是一个喜欢把自己的想象具象化的一个人，就是我们以前坐在电影里面、卡通里面、漫画里面看得到的东西，我想要把它做出来。然后呢，我的最热衷的一个东西就是光剑，就是刚刚书店有拿出来大家看的，嗯，来吸引大家注意的，对不对？我最想要做的是这个，可是也因为我很努力、很用心在做这个，因此外销到国外，已经外销到三十几国了，所以大家听过的国家应该都有。然后我还靠了这个呢，基本上我的月收入有到六位数，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在家里想干嘛就干嘛，包括去看歌场、来参加今天大家的演讲，其实我都感觉很棒，因为我变得很自由，对啊。然后当然家里有家人有需求，因为你知道我老爸，他去年说想买大房子，今年想买大车子，然后又说他想把房子改建，哎，真麻烦。所以我好乖，有时笑，因为我是一个对家人还不错的小孩，所以该做的都做，但是都是家人用我付钱。好吧，下一页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最大的一个重点，我很少会满足于现状。这样讲好了，我喜欢很多东西，包括像光剑，这个是市面上买得到的，这一把现在大概6000块左右。可是因为它跟电影感觉很不一样，你刚看那个小提琴那个好弱，所以我只好自己手工打造。OK，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自己做，因为我无法满足于现状买得到的东西。对啊，这是其中一点。再来呢，就是大家都看过钢铁人吧？这是买得到的反应炉。对，就真的一定大家可以理解。对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款。好处呢，它可以直接用磁铁吸附在上面。对不起，一小像这样直接吸上去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不够亮。不够亮的话，你再调亮一点。OK， 是啊，这就是不安于世，我没办法满足现有的东西，就乖待家里，所以我会自己做。这是我个人一个最大的特点。泡冷的关掉。没有没有，我帮你切黑屏。然后呢？上页上页上页。然后呢？就是打造自己的幻想，我的想象的东西。因为我本身是学机械，后来因为想要做真的光电，跑去学光电。然后我在国高中之前是玩美术。所以因此光机电缆跟设计这方面我都有涉略到。我个人有一个坏习惯，我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投入，所以我很能够理解废寝忘食，然后为了做东西忘记自己的体重，哎，这是有问题。那你要能够打造自己的幻想，然后你要够努力够投入，慢慢的
我以自我为例子来讲，其实我不小心创造了一个自己的蓝海。我现在的生活，我只要好好的做我的光剑，不停的研发新的光剑，不停的做出我想要的东西，后面就有一堆人 follow 跟着想要，尤其是国外，对啊。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市场，但是其实无意的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好，看下一页。有一句话，那是我刚刚讲的啦，就是追求极致，然后跟以自我为敌。为什么？当你做一个东西，你要不安于是不满足的情况下，你就一直更新。可是更新到后面，你发现市场没有对手了，至少跟自己比，一直跟自己比，一直跟自己比，慢慢的你会把你的东西到一个极致，到很多人追，因为不会有人像你这么傻，一直追求这个好像看似幻想的东西。然后大家应该都看过《三个傻瓜》这一部印度电影。他里面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当你追求卓越的时候，成功自然跟随在后面。”那是不是电影上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人跟我讲说：“马可多，我正好在讲你耶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后来仔细看完这一部之后，发现，的确，我在做我的作品的过程中，一直不停的更新，一直不停的往前进，自然而然的，其实我需要的东西，我的基本必需品，它就都有了。所以这句话，其实在我的例子也是真的。下一页，谢谢。我剩下一分多钟而已。OK， 再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因为我说过，我一开始是玩美术，画漫画，画插画。后来因为想做机器人，但漫画看太多是这样子，想当机器人跑去学机械。后来又迷上星际大战，跑去学光，从机械科转到光电科。然后因为这些东西不停的转换情况下，我毕业后又直接进到一家雷射公司，专门做雷射切割机的机器。专门做这种机器，我因此接触了光机、电软各个方面的系统整合，然后加上我本身就是学美术出身的，所以我对艺术的体验、科学、物理各方面都有掺杂进去。简单讲，我是杂种啊，不是这样讲太难听了一点。我不小心把每个东西综合起来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眼界不一样了。大家常常听到要用不同的角度看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已经很自然的呢，会把我学到的东西应用在生活各方面，包括我所有的作品。因为我对材料的了解，因为我对加工的认识，因为我对物理里面的理解，因此我可以创造出我想要的东西。只要经过我的想象，就是我脑袋会先模拟一遍，它在我脑袋是 work 的，实际上就做得出来。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，我剩40秒，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，当你有自己的期望，还有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趁年轻的时候努力去做，因为这是你想要的。好，如果你因为可能各式各样的关系，无法把它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，或支持自己生活的一个支柱，那最起码它是你自己喜欢的。你就算失败了，你后悔的几率也会比较低。这样讲好了，今天你爸希望你当厨师，可是我想当漫画家，结果你当厨师失败，你怪谁？怪你爸。可是今天你想当漫画家，可是因为现实的社会跟自己能力的不足，造成说好吧，我失败了，我还是必须要做一个基本满足需求的事情，那我就好好做。但最起码你做过，你努力过。然后我觉得重点是人生不要后悔，然后够努力，够热血。OK， 谢谢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什么问题？有什么想问一个问题？就是你做很多光剑，包含我自己家里面大概就有宇宙魔方。有一个老外跟我提，我突然间想做一下。那这个是从什么地？这个其实是很好玩的，是一个老外问我说：“马可多，你可以做宇宙魔方的 cube？” 我想说，好吧，我想想，我就用我家里有的亚克力板，我切成方形的，再喷上白漆，后面做上我自己的亚克力片，跟一个薄型锂电池，就跟手机电池一样，加个开关，就像这样子了。其实很多东西，我是用生活上的很多你看得见的小杂物去做，包括像这个好了，这玩意儿，金刚狼的眼镜。然后问题是，你戴上去之后，你是看得到，而且你还可以这样子按。哇！声音真的看得到吗？我真的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对，金城武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。我帮你看到。但是其实它这个是用热熔胶去做的。来，眼神你看一下。然后这其实是后来做，因为那个比较不亮，适合在夜店里面用。后来我其实用废料做的是这一个，这是比较亮的版本，这是我用我的光剑废料做的。
一样可以讲电脑。对啊，但是其实你仔细看里面做的很粗糙，因为真的是用废料兜出来。谢谢谢谢马克，我们时间有限，等一下午餐午餐的时间，他务必把他留下来。他今天下午还有事情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因为我你为什么临阵脱逃？对不起，因为等一下还有场公益活动，我本身组一个送养者联盟，就我本身有在玩 cosplay。用 cosplay 去帮忙宣传认养动物的一些概念，然后有动保处有邀请我们去宠物展里面走秀，然后帮忙宣传。所以等一下，很可惜，我说真的，我很可惜下午没办法留下来，因为上午听我就觉得听到很不好玩的东西。对，尤其是 我真的觉得好可惜。说实在，这句话不虚讲。好，谢谢大家失控。等一下还剩几分钟，请大家对他有兴趣的，请务必把他留下。OK， 谢谢。